不能乱吃，别吃了，饿的。孩子，土块啊，你不能吃这，饿坏了，给他。我们现在在现场，这需要是，需要紧急救。他这嘚瑟的，他嘚瑟呀呀，吸毛啊这，他这头太大，他这头特别大，得了什么病？他这是不知道什么疾病啊。一会儿呢，我们安置好其他的，回来他到宠物院进行检查，看他在不停的哆嗦，他应该是病得很重啊。我们现在马上也准备车子，然后他到医院去检查。坚持住，宝宝啊，坚持住。我们一会儿就去医院了啊！赶紧送医院。妈妈看看你，来来来，赶紧送医院去吧！咋整？这么可怜，咋整？这脸整个全肿了，脑袋。我天！你别打仗啊！他这冷的直往那个小喇叭都发酸。高前面。赶紧领他去看看去，莫心。看看这个嘴巴都肿。经过化验，他是全瘟。孩儿真是可怜，眼睛都睁不开了。得给他埋针，给他治疗。给孩儿扎上了。孩儿的坚强啊！少遭点罪的，要不全太疼了。看这小金毛，来邻居治疗呢，吃多香啊！这是鸡腿啊，吃吧哈。哎，别客气啊！行了，别太多了，鸡皮给他。吃点鸡胸肉。行了行了，别给太多了，吃回家再吃狗粮，吃多了不行。行不行？我再给他发点肉来。吃饱没，孩儿？吃饱没？咦，小样儿。你别吃这骨头硬了，给妈妈来，你给他吃。这是我们救出这些，被遗弃的、要被屠杀的盲孩子们，他们现在都是全瘟，然后我们没有放弃任何一个，都在给他们积极治疗。